哎，这是小茶，来自西安，做我对手可能会被击穿。我是陈伟强，来自北京体育大学。我叫杨浩哲，目前也就读于北京体育大学。他戴着眼镜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就很斯斯文文的，你知道吗？很文弱那种感觉。我这个人性格一开始非常随和，没有什么杀气。从小老师也说我就是太软弱了，感觉很面。我是一名演员，我叫金灿，我现在也很紧张，因为除了我以外，剩下5位都是 CUBA 的选手。我们三个是现组的队，叫剩饭队。剩饭队，哎，这么。因为本来我们是三个北体的，因为我们俩受伤了，所以就现组的队友。我是2个月之前脚后跟骨裂，然后在1个月恢复之后坚持训练，左膝盖就劳损了。没关系，不要放弃，好不好？不要放弃。好，期待一下，来准备，加油。OK， 来。三对三，两支三人小队展开对决，先拿下21分或者6分钟限时内分数更高的队伍获胜。OK， 这场比赛马上开始。远找到郑奇隆，快点，不错机会，一记 no look pass， 抛投有了，蓝队的球权，球还控制的不错，哦，差一点，差一点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刘佳宇，哎，这边一记三分，还不错，还可以，还不错，5-0，比赛还有啊，没有关系，来来来，两边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哎，这边。哎，这边很可惜，球没有拿稳。白队球权，金灿防守，居然找到郑奇隆。哦，转身一记暴扣。这有点吓人呐，这样子好看，这样子好看。金灿，哎，还是找到队友陈伟强。哎，完了，被打爆了。一首凉凉送给你们。觉得谁会赢？白色。觉得谁会赢？白队，白队吧。好，我们来看准不准。我们这边有2个伤病，然后1个实力比较弱的队员。对面的3个选手都是 CUBA 的，其实就是一场没有悬念的比赛。杨浩哲大心脏，有时候打不开局面的时候有一个大心脏的，我觉得也非常重要。杨浩哲
这边一记三分。喂，杨浩哲 three point。选择突破，哦，迎面大帽，哦，杨浩哲腰腹能力让我很惊艳啊！杨浩哲这边，是刘佳宇的防守，真的厉害，真的强，很棒，身体素质很棒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觉得可以。哇，速度非常快，点了一下，撑不住劲儿，踩到脚了，崴脚了。因为他也有伤病，他说了他的跟腱断过。这个没有办法，这个也是竞技体育里面不可避免的因素之一。哎，两边的比分有点焦灼了啊！来一个，哦吼，还了一记！哇，这局意外惊喜啊！哎，两边的比分越打越激烈了。来一个，杨浩哲又回到场上，左路的7.3秒，只落后一分。对，16:17，他们的球权嘛，时间流得很快的话，我们就没有机会。犯规，他很聪明，很聪明，很聪明，他要让他罚球。我们要放回战术，让他们罚篮，他们才有球权。球还很稳，刘硕。5秒钟的时间，最后一次发球，赌他们那个发球不进，我们抢篮板再追分。哎呀，很聪明，
还有时间。只有三分了，赌一把，就是赌一把。